你没有证据都可以乱讲指控任何一个人，谁开了枪，谁指使谁，是可以这样子吗？反正有时候你有当时啊，小可较头脑较好淡薄，莫去用利用你啊。其实我跟馆长其实也是算交情蛮好的啦。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提到我的名字，你提到别人的名字还可以。我去接受他两次的访问呢，我跟他交情很不错啊。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便于他告的，是没有证据，然后就凭空捏造这样。我其实心里也蛮不舒服的，我们觉得蛮委屈的。这不只是委屈哎，你自己讲啊，我是没证据啦，啊没证据你又讲出来，你没证据你自己都讲啊，我没证据，啊没证据你讲这边弄啥？你是摕一个知名度较悬的，啊来安尼侮辱大家看吗？这不对啊！